六亲眷属做功德，以表孝顺报恩之情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桃源定力几句之，我
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-3858，5032-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、烟供。Thank you.
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。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